体验那喇叭的肉，太棒了！肉炖的特别烂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太棒了！这主食，可以，辣的辣的辣的。第三块，来济南怎么能不吃济南的粑粑肉？不吃粑粑肉等于白来。今天咱就啃一顿，够。刘小芒粑粑肉，他家原来叫刘芒，我已经尽量避开饭点了，但是还是那么多人。济南的喇叭的肉，哇，看着太棒死了。在这吃，在这吃，两块辣的吧？两块辣的，要五花的。五花的。哎呀，两块的，竟然有辣粑粑肉，两个不辣的，对。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鸡爪，辣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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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几个？几个？你要几个？然后丸子几个？鸡蛋几个？俩，看着也不错，这鸡蛋、花干、哎这个、豆卷儿，豆皮儿一个是吧？哎，一个，这个海带，丸子来过几个米饭？菜还要不？两个米饭，来个雪碧。济南的粑粑肉还是很实惠的，我要这个豆腐和这个拼一个。好嘞，嗯，很辣。济南粑粑肉，这肉炖的特别烂，看看。哇，跟果冻了，直接就能脱骨的鸡爪，肉丸，他们这边的花干也是这种泡起来的，不过他们这边确实挺实惠的，这所有的加一起75，这肉真的很棒很棒。Action， 山东济南，今天在济南吃一顿济南粑粑肉，哇，这肉汤也是辣的，看这肉，太棒死了。哇，特别烂，这个太贪了，这个豆腐卷儿，这个有点偏甜，但是里边吸了好多汤汁，一米就换鸡爪，但是这个鸡爪没解决的干。炸鸡蛋，我刚去煎米饭，看到这个肉皮还不错，特别的弹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个猪皮，卷筋，里边是肉。大肉丸子，他这肉丸子才6块，这都是自己做的手工丸子，肉吃多了补充点维生素，再来一块，真是又烂又糯，不管是哪里的粑粑肉还是肥的香，搞点小海鲜，大口吃肉，一次吃够。第三块，这已经散了。全是精华。该说不说，济南的粑粑肉做的真的很不错，口味属于比较偏重的那种。在这一桌所有的价钱，总共才70多，真的非常的实惠。CEO tomorrow。